是你在忙的吗？我想吃干脆面呀。我来吧，我来吧。那你来吧，你来吧。水开下面条，水开下面条，煮大概三分钟，捞出过凉水。煮它个三分钟，捞出过凉水。控干水分，装到碗里。控干水分，装到碗里。加一圈食用油，加一圈食用油。两圈生抽，两圈生抽。一丢丢蚝油，一丢丢盐。一丢丢蚝油，一丢丢盐。两勺零卡糖，两勺别糖。孜然粉、辣椒粉，一丢丢五香粉。孜然粉、辣椒粉，一丢丢五香粉。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，我先开吃了。拿锅里铺一张油纸啊，还不能吃啊？把面条铺上来，整理一下。把面条铺上来，给它整理一下。剩下的再做一个大的，剩下再做一个大的给粉丝吃吃吧。放进空气炸锅，180度，15分钟。空气炸锅180度，15分钟，中间记得翻面。啊，好香啊！好啦，哇，真的好香啊！哇，好贵啊！看。真的很脆耶，香香脆脆的，特别好吃，快去试试吧。